我要好好练球啊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记录表嘛。今天开始我们会有个全新的练习。啊，又有新花样要玩哦。好了，带着你们的球拍，到球路面前集合。是。刚刚看了你们最近练习的记录，是还表现得不错。可是接下来的练习更重要，希望你们仔细听好。规则我只讲一遍。那我这里有三个颜色不一样的球，如果我发过来的球是红色的，要用抽的方式回；如果是橘色的球，要用切的方式回；如果是黄色的球，要用扣杀的方式回，其他的球回过来就可以了。听懂了吗？懂。那没有过关会怎样啊？你觉得呢？那我胖妹，这次麻烦你负责捡球就可以了。好，什么？我会很专心的捡球。下一个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真见鬼，变肉皆白球。谁叫你老是一得一有就忘了自己是谁啊？你就不能说你鼓励的话、啊、我是好心的在激你，哎，想发挥你的潜能。好像是越来越厉害了。他现在的实力应该比我还好。他们脚步越来越快，有些停不下，到底他会进步到什么程度？而我到底在干嘛？什么？你找我？看你最近训练的状况很不错，所以我决定交代给你一个秘密训练。什么秘密训练？什么？什么事这么神秘？去过那个游乐场没有？
会进步那么快，难道是因为神妈给他特别的指点？神妈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来打扰你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栗子同学跟胡玉同学填了参加乒乓社的表格，不过我们还是觉得要征求你的同意。你为什么想加入乒乓社呢？我当然是为了打球啊，听说打乒乓有助于美肤美容，而且啊还可以保持健美的身材。那你呢？我以前就打过乒乓球了，这是我很喜欢的运动，所以我想加入乒乓社跟大家一起练球。你们可以加入，不过要通过我的测试才可以让你们加入。什么测试？孩子几乎都反射动作在打，反射动作，难道沈妈告诉我打球需要反射动作？有时候打球不要想太多，让自己进入反射世界，在第一时间用你的反射神经来回球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再来。我想起来了。你呢？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你弟真的很想见你，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回来一趟呢？那等你有空再说了。好，再见。爸，回来了。林笑，刚给你大哥通过电话。真的？那哥要回来了。他最近学校很忙，恐怕暂时没办法回来。那他知道我开始打球是吗？我跟他提过了，他要我跟你讲，好好加油啊！我一定会的。对了，爸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常常跟哥一起练球吗？那段时间我们常常一起练，你也在旁边看着啊，还吵着要跟我们一起练呢，忘记了？原来是真的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啦，我在想啊，如果哥还有继续打球的话，那现在的我们会怎样？你笑啊，不管会怎么样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洗个澡，准备吃饭吧。